见一刹一时间，花开花落生又灭，修行不离时间卷，人生一幕幕体会，明悟自性真善美，是求来去的轮回，融化出尘的霜雪，佛心开出了花蕊，学佛的慈悲，得过千山万水，可举一香经过年年岁岁，孤独英雄无畏，先生使命兼备，寒梅之间轻轻不松懈，相地之后
梦。我愿灼热烧不干发水的自卑，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坚定留之，易碎的悲怨随絮纷飞，洒下晶莹的姿态，奋不顾身扑向地之火。热烧不干发水的慈悲，终将化作一池的红莲，升华为清凉的烟
各位前贤大家好，好，各位前贤晚安。好，今天是我们发一崇德云林道场经济年线上学习课程也是我们这个阶段课程的最后一堂课。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题目是化观音，化观音。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对观世音菩萨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那观世音菩萨呢，是我们现在白羊时期大开普渡的开道先锋。那观世音菩萨呢，他老人家呢，其实在各地呢有非常多的显化到处的度化众生。那观世音菩萨呢，他会借着各种不同的法相来跟众生结缘可以说是我们最亲近的这个仙佛菩萨之一。那我们知道说当年我们不修习菩萨呢就是受到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指点。不修习菩萨从小对观世音菩萨就非常的崇拜，受到观世音菩萨的指点之后呢，就立志效法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慈悲喜舍，那也才有我们今天发一崇德丰硕圆满的大道场。那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中心指派我们柳仁颖柳安师来传这一堂课。我们大家对柳点师呢也非常的熟悉。那柳点师是我们云林道场学界云中区的负责点传师，对我们学界的小后学们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照顾。那点师平常的道务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目前也在彰化师范学院攻读博士班。点师呢平常道务经常是四处的奔波，可以说是牺牲奉献舍身办道。那点师呢的传体也非常的精彩，经常受到我们中心的这个指示呢到各个大班城或者是法会或者是研究班来传体代唱善歌我们点师的这个传体呢非常的精彩，深入浅出。那点师呢非常的会说故事所以我们每次听点师的课呢都非常的享受而且都不会觉得无聊也这个而且时间呢都过得非常的快相信我们今天这一堂课呢化观音化观由我们点师来传体一定是非常的精彩相信我们各位前贤在听完这堂课之后呢一定可以收获满满，满载而归。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恭请我们点师来传题。好，感谢天恩师德，感谢老前人前人慈悲，也感谢我们道务中心的点环师给后学机会来学习跟各位前贤在线上相见在疫情期间虽然我们大家没有办法见面，但是透过线上我们大家还是可以一起来成长跟精进那今天呢后学奉命来跟各位前报告的题目叫做化观音，化观音我想观世音菩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仙佛。那观世音菩萨呢其实早就成佛了他在那个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经里面就说观世音菩萨成佛叫做正法明如来而且呢在观世音菩萨受记经里面也说我们观世音菩萨是普光功德山王如来甚至呢在楞严经里面称我们观世音菩萨为圆通大士他在我们道场呢就称他为南海古佛在普陀山叫做南海大士。那民间流传说观世音菩萨时常在海上救苦救难所以又叫做慈航大士以前呢道行上有借窍的时候，其实古佛慈悲常常来跟我们慈悲勉励那古佛呢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仙佛，后学非常喜欢古佛因为古佛就是一个非常柔润但是非常坚强那又非常柔软的一位菩萨好像什么事情都可以跟他老谈一谈说一说所以后学就有一段时间觉得我应该来整理一下观世音菩萨的故事然后跟大家做分享。那我们常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当后学发了这个心愿之后其实很多资料就源源不断一直过来了真的很特别的经验有一次后学去一个
面摊吃面。那那个面摊呢，我们都很习惯去看看有什么书哈，他就看到一本很厚的《观世音菩萨显化的故事》，当然不是道场出的哈，是一般民间坊间出的，而且还是精装本哦哈。那浩雪就非常惊讶，也非常开心哈，如获至宝，就赶快拿去跟那个老板说：“老板啊，老板，这本可不可以跟你买？”然后老板就说：“不用买啊，这个本来就是要送给人家的齁，你就拿回去吧。”好，所以后续就把那个观世音菩萨的显化故事给带回来了。所以非常感动啊齁，就是当我们真的发了一份善愿，愿意为众生服务，愿意学习仙佛菩萨精神的时候，其实很多仙佛菩萨总是会在身边关照我们，照顾我们齁。好，那因为观世音菩萨资料很多，所以我们就尽快简单的把它讲过去齁。啊，在密宗里面呢也有六个观音齁，一个就是千手千眼观音，千手千眼观音破的是地狱道的三障，然后马头观音呢破的是畜生道的三障齁，那十一面观音破的是阿修罗道的三障，如意轮观音破的是天道的三障，那准提观音破的是人道的三障，还有圣观音破的是恶鬼道的三障齁。所以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观世音菩萨在六道里面其实用不同的形象在帮助众生齁。那在法华经里面呢，无尽意菩萨曾经问佛说：“世尊啊，观世音菩萨是用什么因缘在这个世间上方便说法？”然后佛就跟无尽意菩萨说：“哎呀，善男子啊，若国土有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观世音菩萨就会以佛身而为说法。好，那应该用国王身去度他，观世音菩萨就会用国王身去说法。”所以他老就是一个这么样慈悲的菩萨，因此在《法华经》里面记录他老有33个应化身，就是他我们众生需要用什么样的身去度化他，就会化成什么样的身去度化我们。因此呢在民间也流传的观世音菩萨一共有36个法相，那我们就是一个一个来帮大家慢慢讲，可是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后续就简单的跟各位贤贤报告几个比较特别的故事就好。那第一个呢我们称为杨柳观音齁。那杨柳观音呢是在江苏的地方有一个叫金昌的，有一对夫妇先生叫做金昌。那这个金昌的太太生孩子很久了齁，可是一直病都好不了，从生完孩子就一直生病齁。那金昌就当然是很着急啊齁，所以他就希望说哪一位仙佛能帮帮他。那他诚心祈求情况下呢，有一天晚上他就梦见观世音菩萨还有两位童子就来了齁。那来了之后那个童子就叫了金昌的名字，那金昌就醒过来，吓了一跳就醒过来齁。没想到他醒过来的时候，同时他太太也醒过来坐起来，他们两夫妻眼对眼望了一眼之后就问他说：“你刚刚怎么了？”然后先生说：“我梦见观世音菩萨。”那太太也说：“我也梦见观世音菩萨。”但不同的是齁，观世音菩萨身边的那个童子啊，除了叫金昌太太的名字之外，他还把他手上的杨柳齁，观世音菩萨手上的杨柳拿起来，就朝那个金昌太太身上洒了一些净水，然后金昌太太就醒过来了。那过不久金昌太太身体就好了齁，所以后来金昌就把他们梦中的观世音菩萨把它塑成了一尊像，就我们称为杨柳观音齁。所以呢这个在梦里面齁，观世音菩萨就跟金昌说了一段话，他说：“起死回生甘露水，一点善心感化来齁，今时艰辛登极乐啊，唯恐尘缘解不开齁。”所以只要我们在人世间呢，我们能够好好的修办齁，其实仙佛菩萨都是会帮助我们的齁。那第二个呢是龙头观音齁，我想龙头观音各位前应该也常常看见齁啊，在八七水灾的时候曾经有人照到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不是合成的也不是画像齁，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了，也是在我们家佛堂就压在那个玻璃柜底下齁。那这个是八七水灾的时候有人造出来的齁，就是观世音菩萨骑着龙，然后在这个人世间救度众生齁。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骑龙呢？我们后面会再讲到齁。第三个呢叫做持经菩萨，第四个是圆光菩萨，那第五个是游戏观音齁。那第六个呢叫做白衣观音齁。那个这个白衣观音也很特别，因为我们常常看见这个白衣观音嘛。在元朝有一位姓陶的寡妇齁，她26岁就守寡了。
那以前的人就是非常重视名节嘛，好，所以他也没有小孩，他就这样自己一个人啊。先生不在了，婆婆也不在了，她就一个人自己修行。那她是个坤道啊，她怎么修呢？所以她就每天每天持诵观世音菩萨的佛号。那持诵到有一天啊，她就看到了她在持诵的那个经文上面有火光，哇，她吓了一跳哈，因为她很怕那个火光把经文给烧了怎么办呢？所以她就用手就要去把那个火光给扑灭。没想到她手按下去之后，竟然出现了一颗舍利子哈，那。他就觉得这是仙佛菩萨要送给他的宝贝，所以他就很珍惜的收起来，更认真的修行。所以到后来呢，他要离开人间的时候，其实他就梦见了观世音菩萨白衣观音来接引他。那他也是预知自己的死期，然后他还跟大家说白衣观音来了。所以这个观世音菩萨虽然这个陶氏就是这个女孩子，她一生清修，一生守寡，但是呢，观世音菩萨念他在这一份诚心上也来帮助他了哈。那还有那个莲卧观音哈，我想现在莲卧应该是很多人都卧这个字，现在应该很多人做了哈，因为疫情期间大家都在家里面，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哈，就是半躺坐。那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会这样子半躺着呢？据说啦哈，有一个姓一个商人哈，金陵有一个商人叫潘和。那这个潘和呢，他年纪60岁了还没有小孩，他一直期待自己能够有一个小孩，可是就是没有孩子，可是他也不愿意再娶妻哈，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梦见了有一尊菩萨跟他讲，你明天要去溪边，然后你要去捞，有一尊观音会留下来，你要把它捞起来，然后送到鸡鸣山去哈。那这个潘和醒了之后半信半疑啊，想说这是真的吗？但他第二天还是去了哈。那在梦境里面哈，他就跟来跟他讲话的这个观音说哈，那你叫我把观音捞起来送到鸡鸣山，有什么样的代价吗？人都喜欢跟仙佛讲代价，对不对？然后这个菩萨就说你要什么？他就说我希望有孩子。好，那这个菩萨就给了他一个白纸，好，就是以前我们下象棋有黑纸跟白纸，就给了他一个白纸，哈，然后他收下来之后就醒过来，第二天他就真的去西边，就真的捞到了一尊观音，哈，那这一尊观音他要送去鸡鸣山，可是这尊观音的脚那个底座因为流水这样子已经损害了，所以没有办法站立，因此他就把它磕了一个莲花，让它侧躺在上面哈，所以就成了个莲卧观音。啊，过不久之后呢，他真的就生了小孩了哈，所以他就很感谢观世音菩萨慈悲，就画了一张像，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佛像，然后抱着一个孩子。那他们村庄没有孩子的人都会去那里拜那一张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就有了孩子哈，这个就是送子观音的由来了哈。好，那还有龙见观音哈、施药观音然后盂兰观音，就是观世音菩萨为了度化众生，他示现了非常非常多的像，然后每一尊像的后面就是一个故事哈。那还有一个德王观音哈。啊，还有水月观音，哈，一夜观音，啊，清景观音。这个清景观音也跟我们现在疫情有点相关，哈，啊，传说啦，哈，这是在印度那边有一个叫湿婆，哈，那印度那边有一个魔王，他就是在宇宙间放了一个很大的毒，要毒害这世间的人。那观世音菩萨呢，就法力无边，把这所有的毒都吸到自己身上去，哈，就是牺牲自己，然后把这个毒化掉，不要让世间的人受苦，哈。那没想到这个毒实在是太毒了，哈，所以他老的脖子就被烧到变成黑黑的，哈，所以就有了清景观音的流传。那还有延命观音，哈，那延命观音呢是有一个老员外，哈。非常非常的善良，他常常帮助村里面的人，他老来得子，才有一个小儿子而已哈。结果他的小儿子呢就得了瘟疫，在那个时候就得了痘症啊，就是以前出痘就很长，就是没办法治疗了。那大家都觉得说，哎，这个老员外那么样的善良，而且他才这么一个儿子而已，为什么没有办法留下来？哈，大家都觉得天无眼，天无眼。那所以有两个樵夫啊，他们在山上砍柴的时候，就闲着闲聊着，就聊到了这一段话。那其中呢，有远远的就看到一个
老人家跟那个小孩子哈，就是一对修行人哈，师父跟徒弟的概念就走过来了。然后走过来之后，就给了他一株柳哈，这一株柳就说你拿回去给那个员外，然后叫他把这个柳枝拿下去熬水，熬好之后给他儿子喝，他儿子病就好了。好，所以这两个人就赶快，因为那个老员外也曾经帮助过他们嘛，就赶快拿回去了哈。他拿回去之后，老员外一听啊，他就很感激哈，他就跪在那个庭院痛哭啊。为什么？因为他天天祈求观世音菩萨来救他的儿子，他知道这个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显灵哈，所以他把那个杨柳真的拿去熬水之后，真的治好了他儿子的病。所以他就在他们村庄广种这个柳，希望说以后如果有孩子有痘症，只要把这个柳拿去煮一煮，就能够把那个痘症给治好了。那因为延续了这孩子的命嘛，所以就叫延命观音。那这一尊延命观音在我们光会的菩萨馆前面，大概是在在那个服务台隔壁那里很大一尊。那这尊延命观音其实有很多很感人的现代故事，我们后面再讲。后学也是受延命观音慈悲跟我们帮助很多。那还有多宝观音啊，延护观音啊，能静观音啊，阿诺观音啊，我们刚刚讲到是不是观世音菩萨有骑龙，对不对？那其实呢，在阿诺达慈当中齁，观世音菩萨曾经救度过龙族齁，所以这一尊观音又叫阿诺观音。那龙在长阿含经里面，他讲到说龙王其实是有三种灾难的齁，他会被热风热沙吹到身体很痛，然后劫风来的时候也会把他们的龙宫给吹垮了，然后还有金翅鸟会去吃那些龙齁，所以他们常常不得安宁。但是就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救度齁，让他们能够脱劫，所以后来龙就成为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坐骑。那这尊观音是阿诺观音，是坐在岩石上观海，就是看护着这个海里面的众生啦。好，那还有阿摩提观音、夜衣观音、琉璃观音、多罗尊观音，还有蛤蜊观音。那蛤蜊观音是在唐朝，叫做唐懿宗齁。唐懿宗很喜欢吃蛤蜊，那我们知道就是皇帝喜欢的东西就会叫人家上贡，对不对？那通常从海边可能捞了100颗蛤蜊，进贡只剩下3颗齁，而且每天都要进贡，所以渔民就苦不堪言啦，可是又不想去跟谁讲。那有一天呢，这个唐懿宗啊，他傍晚的公事，他在散步的时候就走着走着就走到御厨房去了齁。那在御厨房就听到铿铿锵锵的声音，他觉得很奇怪，他就走近一看，那个厨师就说，奇怪，今天的蛤蜊怎么样都打不开，我说人家拿着斧头去砸他也砸不开齁。那后来呢，这个唐懿宗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轻轻走过去，然后用他的手就轻轻的掂了一下，这是什么东西，怎么会打不开呢？那当他掂一下之后，这个蛤蜊就打开了齁，而且里面呢竟然出现了一尊佛像。那这尊佛像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佛像。哇，这唐懿宗非常开心，就马上召国师过来说，你看看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好奇怪而且好特别哦。那国师就赶快借机说法，劝懿宗不要再吃蛤蜊了啊，菩萨来告诉你这个天地万物都有生命，就算是蛤蜊这么微小的生命东西，它也有生命齁。那唐懿宗就接受了这个说法，他就不吃了。但是蛤蜊观音在我们白洋齁也会有一个故事哦齁，我们等一下再跟德哥前报告。还有六十观音、普悲观音，还有马郎富观音、合掌观音、一如观音啊、不二观音啊。各位有没有看到不二观音的手相很特别齁，他就是双手向下，这个叫做施愿印啦齁，代表能够满足众生的愿望，能够让众生的愿望实现齁。所以菩萨就是总是满足我们不同众生的需求齁。还有慈莲观音齁、洒水观音，以及如意轮观音、11面观音齁、自在观音齁，这是36法相。好，这36个观音的故事要一个一个讲，大概要讲很久齁，所以后续就简单的拿了几个故事跟各位浅浅做报告。那我们都知道说观世音菩萨是一个公主，她修行她后来成佛嘛齁，这个故事大家都清楚，所以后续就不讲了。我们就来讲讲古今观世音菩萨救度的故事齁。其实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受到这么多人喜欢跟敬仰呢？因为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愿力就是闻声救苦，
只要听到众生叫他，然后他听见了，他就能够尽力的去帮助他。那以前啊，交通不方便，尤其妇女出门不方便哈，所以呢，有一个小姐叫短姑哈，短短的短。这个短姑啊，她跟爸爸跟嫂嫂住在一起，然后短姑就很想去朝拜，去南海普陀山朝拜观世音菩萨，所以他们就存钱，终于存了3张船票的钱，可以去南海普陀山了哈。那没想到呢，船这样走到普陀山的时候，这个短姑的月信来了。那以前的人就说有月信就不能进庙嘛，哈，所以短姑就很沮丧，一个人坐在船里面垂头丧气，因为想了好久，终于到这里，没想到竟然不得其门而入，哈，所以他非常沮丧，想说是不是我不够诚心啊，是不是我得一直去责备自己这样。那因已经来了嘛，哈，那短姑不能上岸，所以爸爸跟大嫂就上岸去玩了一圈，那玩得太高兴了，哈。就忘了短姑在船上没饭吃，好，因为普陀山很大，好，他们走了一圈之后已经到傍晚了，而且普陀山那里的码头很特别，就是早上的时候会涨潮，早上的时候会退潮，然后中午的时候涨潮，人是没有办法上那个船的，好，那到傍晚的时候会再退潮，那他们恭喜两个人玩得很开心，忘了这个短姑在船上没饭吃，所以他们等玩过一圈之后才想到说，哎呦，太阳快下山了，我们应该赶快回到船上去，那我们也忘了跟短姑带点东西，他饿了一天一定是快饿昏了，没想到到了船上之后，他们跟短姑道歉，短姑说，你们不是有派人送礼 送午餐来吗？你看我还没吃完，他就指着一个篮子，你看我还没吃完，而且很好吃哦。那这个爸爸跟这个嫂嫂两个人就四目相望啊，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叫人送东西上来啊。说有啊有啊，就是那个一个小姐送上来，而且说是你们叫她送来的。那这个爸爸跟大嫂齁就挂干齁，想说莫非是观世音菩萨显灵齁，说他们两个就下了船，又跑到那个寺庙里面去看。果然齁，那个观世音菩萨衣服还在滴水，因为中午他是涉水到船上去的嘛齁。所以只要有所诚心齁，一定都可以看见观世音菩萨。那还有一个先生齁，他就是不识字，他去寺庙修行，他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很大的功课齁，或者是说很多的事情。那看到很多人上来朝山，在普陀山那边，他就每天去煮一大锅的水，让朝山的人能够来喝齁。但他也不知道怎么修行啊，所以他每舀一瓢水的时候，他就会念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舀一瓢念一句，念到有一天啊，他在舀水的时候，他发现他的那个水勺怎么怪怪的齁，不像平常那么样的光滑怪怪的，就要拿起来一看啊，那个水勺的柄啊，勺柄上竟然出现了一尊观世音菩萨的佛像，那是一个铁制的齁，所以他就觉得很特别，那个铁勺观音齁还被供在现在南海普陀山的那个宫殿里面齁，所以只要诚心起念，观世音菩萨都会来协助齁，不管你是怎么样。那既然观世音菩萨这么慈悲，我们又是应运的白羊起齁，那观世音菩萨诚如刚那个陈讲师讲的，老师说观世音菩萨是我们的白羊先锋，那观世音菩萨跟我们白羊的因缘就非常多，而且很特别。我们刚陈讲师介绍过，也都我们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跟我们不修习菩萨的故事嘛，那不修习菩萨也是想要学观世音菩萨齁。那有一次啊，我们前人慈悲去日本开荒的时候，日本曾经统治过台湾，所以对台湾去的人，他们就有一点比较看的不是那么样的看得起我们。所以当初啊，这个太太被人家渡去求道的时候，其实她只信观音啊，她什么都不信，她只信观音。然后她先生到处去行商去做生意，只要看见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法像啦，或者是照片啦，或者是佛像啦，或者是画轴啦，反正他们家满山满谷的观世音菩萨。所以当人家叫他去求道的时候，他不愿意，可是人情嘛，他就去了。因此刚开始在讲道义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很不以为然，就是这样，就是好吧，我听你说啊，但是我就是不信啊，就是一副这样的观念。那后来呢，当我们办道不是要点佛灯吗？点上佛灯之后，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
就180度改变，非常工整的，非常恭敬的就站坐着哈，然后整个办道过程他都非常非常的恭敬。他办完道之后呢，他就偷偷的去问那个超持的人，然后说：“你们的佛灯去哪里买的？”那超持就觉得很奇怪啊，佛灯就是佛具店应该都买得到啊。他说：“不一样，不一样，你们的佛灯点上去之后，上面都有一尊小小的观世音菩萨。”哇，这件事情一传出来，大家都很惊讶也很开心，因为观世音菩萨就来示现告诉他说，你就是要求道啊。而且呢，观世音菩萨我们刚刚不是讲过观世音菩萨跟白羊有姻缘吗？刚讲到蛤蜊观音，对不对？这个是我们白羊的蛤蜊观音，或许先把它放出来，就让各位先前看看这个蛤蜊观音，白羊蛤蜊观音这是我们计划宫的一位经理，他们去泰国办道的时候所拿回来的照片。那泰国有一个道亲，他还没有求道之前，他叫月，音叫月。那这个月先生呢，他就是做跟人家一起去做工程，挖水沟啊。那那时候没有求道，当然没有吃素啊，结果他们工程队有一天在挖一个大水沟的时候，就挖到了3颗很大颗的蛤蜊。那工人都很开心啊，因为中午可以加菜了。所以大家煮了一锅水，把蛤蜊丢下去煮。然后就有2颗打开了，很好吃，第3颗怎么样就是打不开，所以他们就用火烤，又烤不开，所以你们看到那个有黑黑的地方就烤过的痕迹。那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前2颗很好吃嘛，所以他们很想吃这颗，就拿石头砸，所以各位现在可以看到那个边边就是被砸破的痕迹。那砸开之后呢，就把那个肉拿起来吃，哇，又老又硬，不好吃，他们就丢掉了，连壳就一起丢掉了。那这个月，很有佛缘，他想说奇怪，前2颗那么好吃，为什么这颗这么难吃呢？他就去把它捡起来看，哇，不看不得了，一看就是2尊观音在上面，而且一尊是宋朝的比较清瘦的观音，一尊是唐朝比较丰满的观音，他就偷偷的把它放到自己的皮包里面，就带回家乡去了。然后家乡的人大家都争着来看这个蛤蜊观音，有人拿相机来照相，可是很奇怪，以前不是像现在说手机一照就可以看，都一定要去洗相片嘛，他们照了之后去洗都洗不出来，就是一片白茫茫的。那计划宫有经理去办道的时候，那道亲就跟他说，经理经理，我带你去看蛤蜊观音，那经理就很好奇，也跟着一起去了。去了之后，经理就度这个月求道，他这月真的也很有佛缘，听一听之后他就真的求道了。那求完道之后呢，3个月后就是几天后就刚好办法会，那月就来开法会。那我们济公老师借窍，那时候还有借窍，那本来老师说是观世音菩萨要亲自来说法，可是因为时间很有限，所以只好托我们济公老师，来说法。那济公老师就跟月说，其实啊，300年前你跟你这个村庄的人是同一个村庄，然后你们是在海边里面捞鱼，那捕鱼为生，当然就是造的杀业比较多嘛。观世音菩萨经过之后觉得很可怜，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示现在一个蛤蜊里面，让你们捕到一颗很大的蛤蜊。那一个人拉不起来，全村的人都出来拉这个蛤蜊，可是就是拉不起来。后来啊，观世音菩萨就那个蛤蜊一打开，一道佛光就现到了天上。那观世音菩萨就在天上告诉大家说，不要再造杀业了，世间工作百百种，那这个杀业工作不好做，因为会惹上因果，希望大家改业。那全村的人就全部改业了，经过了300年的轮回，今天你们又全部聚在一起。那今天月你求到了，你就是要负责带所有村庄的人一起来求道，也就是因为这个因缘，所以观世音菩萨再次现在蛤蜊里面告诉你蛤蜊观音，所以这是我们白羊的蛤蜊观音非常的特别，当然也印证了我们白羊天命可畏了。那我们再来谈一谈，既然说是化观音之后，我们要化身为观音，对不对？我们来谈谈看观世音菩萨有什么样的德性。第一个呢，闻声救苦，其实我们常常会跟朋友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你不可以去告诉别人，但是可能隔天之后全世界都知道了，对不对？可是你跟观世音菩萨讲，观世音菩萨绝对不会去跟别人讲，然后他老慈悲，就是听到我们呼喊他就会来。可是有浅显会说，那我念为什么没有效果呢？我相信一定有，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的整个整个宇宙啊，这是一个磁场的世界，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会散发出不同的磁场。那观世音菩萨听不到的原因可能有几个，第一个是无缘啊，因为无缘不度嘛，度不到啊。曾经有一个人去爬雪山啊，他是基督徒，然后在雪山上遇到雪崩山难，他就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他就一直叫圣母玛利亚救我，结果就是来了观世音菩萨救了他，他就觉得没有圣母玛利亚，只有观世音菩萨了哈。那事实上后也觉得不应该这样说了哈，应该是说观世音菩萨慈悲，他老的德性，看到众生需要救，能救的时候，他老就会出手去救哈。所以第二闻声救苦，第二个是磁场。磁场相应的时候，菩萨的慈悲，如果我们也是发慈悲心，跟他的磁场相应，只要有事，他老就感应到了，根本不用闻声了哈。曾经有一个道亲，我们的讲师，他很认真在道场修道办道，每次啊，带火石团都很晚回家哈。然后他一次带两个火石团乾坤火，有一次他跟我说啊，前晚忙完之后要回家了，坤火打电话来说，讲师我们可以去看夜景吗？好，他马上二话不说，车子又往坤火去了，又载他去看夜景。那这个很精进的讲师，有一天他感冒了，就吃药。他吃了药之后就昏昏沉沉的，去工作的路上就发生了车祸，车子非常严重的损坏哈，然后被送到医院去。那他父亲听到之后哈，他父亲就很紧张啊，就赶快冲去医院。但是冲去医院之前，他父亲继续带了一个人去医院。为什么？因为父亲是当地的，他们是当地的望族啦哈。然后父亲对于这个通灵的人，他非常的尊重，而且非常的相信。每一年他一定会去问他们家每个孩子的状况。然后那个通灵的人就是跟他说，这个女儿今年会有车关，所以当发生车关的时候，他很紧张，第一时间就赶快去带这个通灵的人哈。那这个通灵的人就跟着父亲到医院门口，到那个病床门口的时候，他就停下来了。那父亲就很紧张，就问他说：“怎么了？”他说：“你不用担心啦，这间病房哈，仙佛都帮你保护着。好，各位想想，我们一个凡人哈，凭什么让仙佛跟我们保护着？”就是我们跟仙佛菩萨一样，有那一份慈悲之心哈。所以当我们发生车祸，当我们发生事情的时候，那个讲师说他根本来不及用三宝，因为他吃了药昏昏沉沉开车，结果睡着了，根本没有机会用三宝。但是就是这份慈悲心，跟仙佛菩萨一样的慈悲心，所以仙佛菩萨感应到了就救了他哈。所以我们只要让自己的磁场跟菩萨一样是慈悲的，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跟菩萨，一定会常常跟我们同在啦齁。那第二个呢，他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齁。不管你信不信他齁，只要是他看得见的，只要是他救得到的，他全部都会救。那我们刚刚在36相里面有看到了一个多宝观音齁。多宝观音呢，它的由来是有一个村庄的人，他们很爱钱，然后也很爱吵架，常常喜欢用拳头去解决事情。那这个多宝观音，他就看到这个村庄的人这样实在太可怜了哈，所以他们就化身为一对师徒，然后身上带了很多很多的璎珞啊，一边走了那个璎珞还一边掉哈。那大家看到金银珠宝掉在地上就去抢啊，抢不到的时候就围着他们哈，就是抢他们身上的这个珠宝啊，他们不给就打哈，所以就一群人围着那师徒一直打。打到累了之后停手之后，发现师徒不见了，地上只剩下一块木头，那个木头上面就写着多宝观音哈，所以他们就知道说是观世音菩萨来点化他们，他们就把那个木头雕成他们当初看到的样子哈，叫多宝观音。所以菩萨慈悲啊，只要他看到众生苦，那因缘成熟哈，他老就会去慈悲救度他哈。那他老也是同体大悲哈。我们刚刚说过，老师说我们观世音菩萨是白羊仙风，对不对？其实各位先生，我们道场的师尊是济公活佛嘛，好，然后师母是月慧菩萨倒装降士嘛。那请问这里面有观世音菩萨吗？没有，对不对？嘿，
就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但观世音菩萨不会因为说我也不是当代名师他就不努力哦。好，虽然他老不是当代名师，但是他老总是冲在第一线去帮助去救度，甚至亲自去度人哦。所以我们在道行上学到我们有十组运作，每一组每一组都非常的重要。好，这十组如果通力合作的话，道务就能够办得好，活动就能够办得好哦。所以我们就是要学习菩萨的这个无缘大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哈。那他老爷也是方便度化哈，能够应众生不同的需求哈，去示现不同的方式。我们刚刚有讲过哈。那再来呢，观世音菩萨呢，他是不居功哈。在《法华经》里面曾经有这样讲到哈，就是无尽意菩萨看到观世音菩萨，听完观世音菩萨故事之后，他就非常法喜，就把身上璎珞要拿下来献给观世音菩萨，然后观世音菩萨不肯收，后来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劝说下，观世音菩萨收下来了，然后一份呢就又转给了释迦牟尼佛，一份又转给了多宝如来。好，所以他老不居功，他老从不觉得自己这么做就是好像在帮助众生，没有，他老度化众生的心是什么？天下有男皆我父，天下有女皆我母，以度化父母的心来度化众生。好，那我们就是学习这样子。那他老也是以德化人啊齁。后雪曾经在那个我们法会的时候啊，高中部法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齁。就是那一班的班员，因为那个时候冷气还没有那么发达，然后那一班的班员天气很热，都是很年轻的高中生，大家坐不住，讲师在台上讲，他们在台下讲。然后整个现场就是嗡嗡嗡嗡嗡嗡，声音不断哦。那时候还有戒翘，那后雪心里当助理嘛，那时候心里面就想说，哎呀，仙佛慈悲啊，是派两个仙童来哈，这样翻两个跟斗哈，让这些孩子们收一下心这样子哈。结果没想到来的是观世音菩萨，那后雪当下有点愣住了哈，菩萨这么慈悲，这么柔软。然后这一班这么动，嗡嗡嗡嗡的，有办法吗？好，当时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问号。那菩萨应该也是知道后雪的心哈，所以菩萨作训的时候，因为声音很小，那个小麦克风就是小蜜蜂收不到音，所以点还是慈悲说去跟在菩萨后面哈。所以后雪就跟着菩萨这样亦步亦趋，就跟着他巡了整场。就是这个巡了整场之后，让后雪非常非常的赞叹，什么叫做德性？观世音菩萨所到之处全部都安静了，所有的班员是用着一种非常非常特别非常仰望的眼神看着菩萨，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菩萨是一个人，然后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人三彩的样子嘛，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人的样子是如此的温柔，然后讲话声音非常细非常小，很好听哈。那这样跟着巡了一遍之后，后雪就知道为什么是派观世音菩萨来了。那在这个跟的过程里面，后雪也很感动，因为菩萨每要做训的时候，他知道后雪跟在后面，他就会稍微回过头，让那个声音让后雪听见他说的什么，让后雪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菩萨他们在做事情，绝对第一个想到的是众生的需求是什么。那他那种以德化人的那个过程让后雪非常感叹，也非常感动，所以后雪都戏称这一班叫做观世音菩萨收服红孩儿，就是整个班的那个班员就在那个当下就整个心就收起来了，这个就是以德化人的功力。那他老也是放下身段了，其实他老早就成佛了，我们在一开始就介绍过。那为什么他老用菩萨的形象来跟众生接近呢？因为大部分的人觉得佛很遥远，很难接近，那菩萨比较靠近，所以他老宁可用菩萨的形象来帮助众生，放下自己已经成佛的这一段，用菩萨的形象接近众生，帮助众生。那还有呢，就是敬大大像。我们都知道如果各位前有机会去观世音菩萨的圣殿的话，去庙里面看，前殿一定拜观音，后殿一定有圣父母。观世音菩萨的父母亲，因为观世音菩萨也煮豆熏香了2000多年齁。好，所以希望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学观音啦齁。学观音就是来修持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有什么特别呢？第一个齁，一心清净。
观音法门的修持跟我们的三宝其实是一样的哈。三宝透过口诀，透过玄关的手旋，透过合同的抱起来，都是希望我们把所有的念头收束成为一念，然后放下那一念哈。所以这个一心清净，老师已经传了一个最好的法给我们了哈。然后第二个呢，要认理实修哈。其实有形有相的东西确实是非常的非常的吸引人齁、哦。可是呢有形有相的东西到最后它也必定有时间的限制。那我们修道啊要认理齁、哦。所以现在道场为什么不借窍，就希望大家从德已经走入了另一个程度了齁、哦。我们应该认理实修，不是认相齁、哦。以理把它放到自己心中，才有办法时时刻刻的来提醒自己。那再来呢，我们就是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德性齁、哦、就是永不放弃众生。我们刚刚不是有介绍一个十一面观音吗？十一面观音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观世音菩萨累劫在修行的时候，有一次他看到地狱六道众生很苦啊，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把六道的众生把它渡完齁、哦、所以他就很认真从一直渡一直渡一直渡。那他渡到第三道的时候回过头去看，诶第一道怎么又有人跳下去了齁、哦、所以他心里他那个时候发这个愿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说，如果我没有渡完这个六道众生，我有退缩之心的时候，我的头就会裂为千片这样子。齁、哦、所以当他回过头去看到啊怎么又有人，我走过的地方渡完的地方怎么又有人下去了，那我要渡到什么时候才渡得完，这个念头一起头就碎为千片。就在这时候就是如来就是阿弥陀佛出现了，帮助观世音菩萨把他的千片重新重塑，就成了现在的十一面观音。所以十一面观音他是度六道的众生。那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的德性，观世音菩萨的德性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听到那个善歌嘛，后续很喜欢那一首杨柳观音齁、哦、听起来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静。那其中几句话后续觉得很感动的，就是千处祈求千处应齁、哦、永远不放弃任何一位众生，而且呢慈眼视众生耳根圆通齁、哦、他看众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看总是会去看到别人的缺点，但是观世音菩萨不是齁、哦、他观世音菩萨总是看到众生需要被救度跟帮助的地方。那我们也很会听齁、哦、我们会听，很会听一句话背后的意思，那观世音菩萨也很会听，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还、哦、是修耳根，耳根圆通。观世音菩萨听的声音跟我们不太一样，他听到了不是这句话背后是不是在讽刺我、哦、他听到的是这句话真正在我的心中所产生的变化是什么、哦、就是好，我比如说听到这个人在骂我，那他为什么会骂我呢？是不是我哪里没有做好了，好、哦、那我就把这个不好的地方给改掉就好了、哦、他不是去怪别人，他是问自己、哦。那如果说他对我是误会，那当然我们解释好就好了嘛齁。所以期待呢我们每个人在家里面做一个活观音齁。什么是家中的活观音啊？就是家中的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帮助家中的人。我想着我们的爸爸妈妈就是我们的活观音齁。那其实在这个很繁忙的社会里面这个观音真的还不好做齁。有一个做生意做得不错的企业家齁，那他每天很忙，他醒来的时候儿子已经去上学了，然后晚上回来的时候儿子已经在睡觉了，所以他跟儿子很少很少碰在一起齁。那有一天呢他公司来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然后这个年轻小伙子就跟他说，老板我要跟你分享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叫做蓝丝带。那这个老板就说，什么是蓝丝带？就是我希望我把这个蓝丝带给你，然后你去找一个你想对他说一句话的人，去跟他说一句我爱你，或是说一句心中感谢的话这样。然后那个企业家拿到之后，他想说那我要去跟谁讲呢？想来想去好久没有跟儿子讲话了，他就想说去跟儿子讲。那没想到那天早上他就去把儿子叫起来，然后就跟儿子说，儿子我爱你。当他这句话讲完之后，儿子的眼泪竟然掉下来了，然后他说，爸爸你知道你多久没有跟我说爱我的吗？他就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封遗书，因为这孩子在生活上遇到了很多的暴力事件，他没有地方可以讲，
因为父亲一直在忙，所以他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是就是父亲的这一句我爱你救活了他，所以在家中啊，自己家人嘛，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那我们学习做观世音菩萨，听听家人心中的声音是什么，不要急着去批判他说的对或是不对，每一句话的背后或许有他要表达的意思，或者是说他遇到的困境，他是需要我们去协助他的。那我们也希望说呢，各位前贤在社会上能够做一个观音，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当然不见得是那个急难救助这一类的，其实随处都可以做观音。比如说后雪今天心情很差，各位前贤看到后雪，给后雪一个微笑，那后雪会不会给你那个微笑？一定会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后雪的心情就会做一个转换的，所以其实做观音不难，但是难在我们有没有办法常常去关照众生的心。而我们能够常常去关照众生的心，能够有这份慈悲心的话，我们跟观世音菩萨就同在了。那最后一个呢，我们希望能够尽大大孝，学习观世音菩萨尽大大孝。其实孝顺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也大家都在做，但是要尽大大孝不容易哈。在现在顶多能够尽到大孝吧，就是让父母亲扬名后世，但是能够让父母亲超生了死，真的不容易。可是在道行上我们就有办法，所以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做到了，我们不休息菩萨做到了，那我们也一定做得到哦。最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语了哈。不休息菩萨说呢，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不休息菩萨，道务能够弘展。因为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能够心有众生，想到的是众生，救度众生，我们就能够道务弘展。那不休息菩萨慈悲一辈子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哈。那我们跟观世音菩萨磁场相关，那观世音菩萨就会感应到我们。老前人也说了哦，老前人说一个修行人一天到晚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众生，你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去关心过别人，就算你修得再好，成道之后有谁记得你？好，这是老先生在世说过的话哈。所以老先生是鼓励我们要学习做观音、做菩萨、做仙佛。那最后呢？用这一段话跟各位前互相勉励啦，我们都还在学习，是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千处祈求千处应，尤其现在疫情这么严重，那如果我们常常打个电话给我们的朋友陪他聊几句吧，因为在现在人心惶惶，那我们白羊修士要做安定社会的力量，好，就是跟他聊聊天，然后给他一点正向的一个引导，比如说你心很乱的时候可以诵诵佛号啊，可以诵诵经啊，或者是我们可以帮你祈福啊，你也可以帮众生祈福啊，转移他的注意力，让他跟佛菩萨能够更接近，去做人间跟天堂的一座桥梁。那柔软而强韧，这是菩萨让后雪非常赞叹也非常敬佩的地方，累劫不变，就是那人在这个世间上难免会遇到挫折，可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是强硬的去应对呢，去硬碰硬呢，或者是我们转一个弯，但是我们的心不变，那就完全有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希望各位前贤，我们在生活上，在修道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菩萨这一份柔软而强韧，对众生爱跟慈悲累劫不变，一起学习成为白羊天使，往菩萨的方向前进。后雪时间关系就学讲到这里，讲错的地方叩求菩萨慈悲赦罪，那也请各位点盘师多多指正，各位前贤多多包涵，谢谢。好，我们非常谢谢刘点传师的慈悲。那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听到很多关于菩萨的一个故事哦。那菩萨呢，他以种种不同的法相，那以这个善巧方便的法门哦，来跟众生结缘哦，所以这个菩萨的这个他老的这个行仪啊，可以说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跟效法的哦。那其实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菩萨他老这个千手千眼观音藏的法相，那后雪就想到说，其实我们各位前贤我们在经常在各地来成全度化众生。其实呢，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化身，我们就好像是菩萨的这个千手千眼一样，那到处来关怀众生、度化众生，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修习这个菩萨道，我们都是在学习菩萨慈悲喜舍这样的精神。那当我们心里面怀着这个
精神来学习的时候，其实哇，我们每一位呢都是啊菩萨在人间的一个视线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啊恭请啊刘老短师慈悲。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哈，随着这个课程的结束，我们这个是我们啊云林道场线上直播课程的最后一堂课。那最后呢，我们啊恭请刘老短师慈悲。那刘老短师呢，好，从十几岁的时候呢，哦，就投入道场啊学修讲办哈，跟着我们啊老千人前老来学习。那短师呢，哦，从啊十几岁投入道场，就非常的这个积极的修办哦，一直到现在哦，可以说是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啊。他对我们啊老千人前老可以说是尽忠啊尽孝，所以刘老短师呢，他是我们法医崇德天命保管群的短师，也是崇德啊负责群短师哦，以及我们云林道场代表群的短师。那短师呢，经常代表我们这个负责群哦，短师哦，到国内国外哦各处的道场哦来关心道务的运作啊，是一位非常慈悲的点传师。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已可以说是进行到最后，所以我们啊最后呢，我们一起来恭请我们刘老短师呢来给我们慈悲勉励。赖老点传师，各位点传师，各位讲师，各位道亲，大家好。很高兴透过网络视讯和大家见面。精进人无限学习不休息。我们感谢道务组的策划，法医崇德云林道场数位平台，经过了五次的视讯上课，今天终于告一段落。这五次的学习分别是谢茂吉点传师传体的从容自在的人生，许春吉点传师传体的精进人观圣谛经的词语，蔡连春点传师传体的大义当前的自我醒思，陈顺利讲师传体的向孟子学习浩然正气，还有柳仁礼点传师传体的化观音化观音。我们感谢这五位传体点传师讲师的用心准备。这五次的课程虽然是都在线上呈现，但是只要大家上线专心来聆听，我想这个效果应该和我们回佛堂上课是一样的。因为疫情的关系，今年大家都学会了视讯开会以及上课，也让大家方便不少。我们要充分的运用网络来帮助道场拓展道务，成全道亲。今年这个灾劫不断，大家生活都很艰难，我们要感恩自己还生活得下去。但是对于一些已经失业的家庭，我们应该去关怀，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道还是要继续办下去，众生还是要去成全，要透过电话去关心，或是亲自去家庭访问。环境越困难，我们白羊修士越是要走出去，一户一户的去关怀。真正需要关心的帮助的人还是很多。面对这个世纪的灾劫，
我们应该要更努力去度人成全人，只要众生都明理，都改恶向善了，这灾劫才会逐渐平息。今天借由这个平台再次和大家见面，希望大家精进再精进，在家没事好好静下心来读先佛圣训，净化自己的心灵。出门在外要群策群力，去关怀众生，推广素食，广结善缘，拓展道务。最后祝福大家都平安健康，道务弘展。好，我们非常谢谢刘老短师的慈悲。好，那我们这一系列的这个线上课程也到这边算是告一个段落。那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云林道场代表群的各位短师们规划这一系列这么精彩的课程让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虽然是受到疫情非常大的影响，大家不能够聚在一起上课，可是经由这个线上的一个课程呢可以说是停课不停学啊齁，所以我们持续在这个线上呢，让大家能够持续的来精进齁，让我们这个心呢不会懈怠齁，我们持续来精进我们自己的这个道学，还有我们这个在修办道各方面的一个持续的下功夫齁。那我们再次感谢刘老点师的慈悲。好，那最后我们就恭祝我们各位前贤呢齁，这个圣凡如意我们修道办道这条路都平安顺遂，感谢各位前贤。